拄则我看爸爸对你溺亡的眼神真深切，我是有可能我爸爸对你看法改变了。爸，你看家己这么友好，你是不是愿意原谅伊？你若是愿意，你就把酒念一下。继续体贴你。哎，志涵，啊，你甲文婷今仔是比阮较早哦，因为阮面顶无恁遮尔无闲啦。你手会酸无？无我来好不好？抓人是有缺势，你袂晓啦。而且哦，你若伤过出力，无得靠阿伯，顶多会无介意。阿伯，我讲得对无？介意？啊，可能你最近常常甲平春在讲话，看起来恁的关系改善袂少哦。安怎是我来讲的？唔知阿伯有介意听无？还是顶多嫌我吵？拄则我看爸爸对你溺亡的眼神真深切，我是有可能我爸爸对你看法改变了。爸，你看家己这么友好，你是不是愿意原谅伊？你若是愿意，你就把酒念一下。继续体贴你。阿伯，多谢你。谁在你有八字？安娜，我心内确实对家己无爽快，也不过是我个人的情绪啊。对你来讲，代志发生是意外，咱嘛不应伤过指责家己，免去叫伊搬出去，更加不应用这个卑鄙的手段来制造误会。阿妈，恐惊爸爸发生意外，另外那嘛有责任。是安怎讲啊？拄则阮才知影，原来迄暗林安娜走去阿家己西人，叫家己替伊靠劝爸爸卖啉酒，才会害因两个人起冲突。所以我真怀疑林安娜根本就是存心不良。吴志涵，你莫讲话无底，愈讲愈唔是款哦。对啦，刚刚无一块代志是。我是有去找家己无唔对，要唔过我嘛是好心啊，想讲要化解伊跟冰春两个人的关系，是伊家己性地歹，才会起冲突，我哪有法度？林安娜，即摆话实在你安怎讲不要紧啦，也无平春即摆已经精神过来，相信无偌久，伊就有法度开嘴讲话。到时你是好心还是歹意，我自然会问平春，问看伊知影啥物无。你上好即摆赶紧保密，保密真相大白的时阵，我无需要赶你出去。即摆恁大家拢联合起来，看我死刑。那安尼我解释搁较济嘛无用。卡强，真歹势。暗顿，莫叫我吃。你根本就条街闪避啊！是啊，刷刷去啊！这种代志根本就讲袂清楚嘛。搁再讲，阿伯即摆情形渐渐好起来，大家无需要搁计较这细节啦。文婷讲得对啦，平春若无代志就好啊，无啥物好计较的。阿妈，你是不是用原谅家己啊？阿妈，请你原谅我。嘉怡啊，啊你过来要创啥？我拄则毋是讲过啊？替你弟来讲，根本都袂用想过责怪你，所以讲哦，无啥物讲原谅无原谅的啦。啊，不
过阿妈伫个情绪上也是真袂得过，所以我是要求阿妈谅解我，希望阿妈会用良心接受我。嘉怡啊，讲实在，我对你嘛还阁真好感的，也毋过发生这款代志，我更加爱注重冰村的感受。安尼啦，一切哦，等我问过冰村了后再阁讲吼。卡强，自从冰村入去病院了后，嘉怡拢无甚物休困，一直伫咧烦恼。啊，冰村精神了后，也拢是嘉怡伫咧照顾，这点连冰村都感觉真感动。所以拄才伫咧病院的时阵，冰村已经原谅嘉怡啊。真是的，冰村都原谅嘉怡啊，安尼我就免阁顾虑啊啦。来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耶！本人，即马除了迄个白目林阿奶以外，所有问题拢解决啦，无甚物好烦恼的。是啊，嘉义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得到大家衷心的接受甲谅解。阿妈，安尼嘉义会用搬转来住袂？等你问我要创啥，我也毋捌看过嘉义啊啦，当然嘛是应该搬转。多谢阿妈。